这个糖吃婆每次不容易是看着什么东西哦。贪吃咯，都讲贪吃。哎，我的刀嘞！哎，各位午安，今天这个 view 是不是很熟悉了？因为我们刚刚哦，在这个2月份上的这个《神秘杂志》，我跟谢你们谢讲，跟你们讲，你。跟你们讲啊，这是不用钱的，要钱的，要钱的，我不会要，不会特地要花钱去 promote 我有多厉害这种，就是好像一个叫什么什么海那个啊。哎，什么什海么那海个那个嘞，要给1000多块，然后去跟你拍 video 啊，介绍你的公司啊，然后你经营有多少年，那种都是很做作的。所以，没人都不做这些东西。这个杂志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它是本地的日本杂志，它整份都是日本寄来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上的封面还有。没有啦，这是英文的。啊，这英文的。它前面一半是英文的，后面一半是日语的。然后这个 view 就是我们这个 view 啦。就是这个 view 啦，就是这个 view 啦。好，然后我们也是有讲到每一个日本地区应该吃什么水果是比较，就是那个地方的代表这样子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讲什么地方代表嘞？这个是爱媛妹的蛇，哎，干杯。蛇不出来，蛇不出来，蛇卖完了蛇。哎，这么用你吃干，人家是用手把你用刀来切的。用手拔对日本干来说是非常困难的。你看啊，我很难拔，它皮很薄，你很难去这样子去咔嚓它出来。你看我咔嚓下去，我拔不出来。除了蜜干而已，是可以直接手拔，还有碰干。然后，如果你切，出来，你们看，哎呦，就是这样好吃。啊，别切给我，每次我切给你，不切给我的。嗯，好吃。坎贝很甜呐、啊，这坎贝很甜，而且很有口感。这坎贝不是介绍了吗？很香哎、欸，sorry， 因为我很喜欢吃坎贝、所以我已经忍了很久哎、我新年都。没有吃很多就没有了。好甜哦，很甜，这个真的很甜，都没有，一点酸都没有了。这个，而且这个味道比上次还要浓。其实今天的主角不是那个，这是什么呢？金砍。那它是金砍肠啊，在日本。日本人都会为它疯狂的。日本人都为它疯狂啊。然后我一开始想金感冒哦，什么特别哦，他想这是不一样，这是 premium， 金感 premium 啊， high premium。 我问他会特别大力没有哦，没有哦，就 normal size 哦， normal size to L 这样子， normal size 就很看起来就很光鲜亮丽啊。是咯，它 bling bling， 它不会像之前那个 Miyazaki 的哦，它会有一点点。它真的是光鲜亮丽，那个皮肤比好滑哦。然后走远一点。然后我们刚才早上吃了一粒，那个甜度是吓死人的。那你这个是卡个说明书，是不会骗人的。我教你讲看平均糖度。那个sugar level 20度以上，20度以上是什么概念呢？平时我们吃个蜜瓜丝瓜多啊？16度，我13度的蜜瓜都不会去看了，然后13度竟然有人跟我讲很甜哦。嗯。OK。蜜瓜是13到15度，有最高是16度，葡萄的甜度是18度左右。它的甜度是比葡萄还要更加甜的。OK， 有没有可能有这件事情发生？如果日本它是出了这张纸，这已经是证明了，这个已经是证明了。而且呢，它是在一个礼盒里面，每一颗呢都是有经过筛选，那个叫什么？不是筛选，它是哦，sensor 糖度。糖度什么检验啊？糖度检验，哎呦，检测太久没有排泪果了。那些文字哦，专业词哦，今天一讲到好像奇奇怪怪的。今天一定有比较久一点。
然后卡斯文是栽培一个限量版啊，限定啊 ，limited 了啊 ，limited edition 呢、啊？我跟你讲，在 video 里面哦，一盒好像这样子一盒的那个 size， 要有两个人去扶它。为什么呢？不是它特别重，是它特别珍贵。一个两个都很怕，如果我突然间失去重心，还有另一个人接着。啊、你有讲不要讲得太仔细，不可以看。我不要看，好。它里面哦，不可以看，很好吃。远一点，不可以看。嗯、啊，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啊！很坏。这个米就出来，我过后很多藤跟屁虫了。跟屁虫，要紧，我很喜欢做的米。那谢谢哥哥姐姐的支持。这个货让美儿做冲锋队。这个货。在今天之前整个马来西亚没有的，是今天我们第一天带进来马来西亚过后，你看到那个是他们看我们进来的。哎，可是哈，现在很严重的疑惑是市场上的货是一样的，可是味道跟新吉水果味道差得远、哦、就好像番薯来讲，我们番薯是全马最贵的，一模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做个方式不一样的味道就不一样，你听得懂这句话吗？我们做空运，不用懂不懂、啊、找星级水果甘丽美儿哦，小助理就 no problem 了的。我听到，哎，不会讲，不会讲。哎，这个我讲了，不会讲。我这只可以跟你讲，二十盒卖剩最后一盒的感觉是如何？没有，这盒跟在哪聊的？跟在那个姐姐中，这么好了，好了，可以讲，姐姐跑了，你骂我。哈、啊，对，就是这样的感觉了。姐姐，你们哦，一个两个买回去的哦，你们吃到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会忘不了，而且那个毒越重越深。哦，今天我们笑场攻略，这个就是很 OK 啦。我们又没有做作，又没有做戏，所以不用 script， 不用搞了。OK， 这个你们不可以仔细看，不可以仔细看这个，只能买回去自己仔细看。没有啊，最近那个夏天哦，天气这么干燥，一定是买这些了。一定要吃荆棘，你看美了，喉咙极舒服啊。这一批在3月2号，然后你们要尽快下手，只有20盒。拜拜，只有 only 20哦，手快有手慢吧。哎，这个哦，这个啊，没有给钱的啊，所以是不是打广告？这是人家真实报道 ，OK？ 谢谢，拜。